啱心机就播呢个美国嘅美声团体啦，好旧噶啦，叫做 Voice to Men。我觉得佢哋声咧，如果可以形容嘅话，一种饮品啦，系一个好热嘅黑咖啡嚟形容佢哋歌声啊。你哋注意下听下，好似嗰啲好黑蒙蒙啊，喺度暗暗嘅时候，你饮嗰啲国 B 啊，好黑黑嘅，嗰种咁样嘅声音啊，嗰种感觉啊。佢哋点样发声嘅呢？我哋要做一个练习嘅动作就系，我有少少谷谷地，但系我放出嚟嘅，有嘅声我向褪头少少，类似咁样嘅样啊。当然啦，呢系我对佢哋嘅目前为止嘅观察啦。因为黑人同我哋黄种人呢系有声音上嘅构造嘅，我觉得系有唔一样噶啦。所以我哋系学还学啦，不过呢系完全即系讲唔可以100%似佢哋，因为我哋自己东方人有自己东方人嘅声音嘅特色啦。呢个可以作为一个唱歌上嘅一个参考啊。仲有就系呢，佢哋手瓜咁粗。我手瓜咁粗啊，一拳就执死你啊！